烧酒，搁继续灌来开。啊，我今日也袂饮到开，趁这阵我心花足水，看好梦有啥物不可以？平常甲酒着离真开，听讲我要饮着倒气味，趁这阵我充满勇气，做一摆就予伊醉哩哩。难得今日我才欢喜，有幸出来就要饮酒，伤心的事拢莫提起，会走你。时机好歹有来有去，爱声叹气这又何必？来来来，好大得真水开。难得今日我才欢喜，幸出来就要饮酒，伤心的事拢莫提起，会走你。时机好歹有来有去，爱声叹气这又何必？来来来，好大得真水开。小春现在面对这样的难关，他的心肝已经很艰苦，我是不是应该去他家关心他？是说我这样做敢会干扰到他？今天你受到别人恶意的眼光，还够言论。我真正无法度再看到你受到任何一点点的伤害。我若是即马走过去，小春的处境一定变得更加复杂。我即马上好的方法，就是徛在身躯边保护伊。这嘛是我唯一当为伊所做的代志。多少钱啊？这是斤偌济？一个水水安尼哦。嗯。就是一个啦。哎，嘿，真的是伊呢。你这不孝心妇吼，贿赂油，竟然哦，面皮厚甲吼，安尼敢出门会偌偌事啊？未见孝查某。嘿啊嘿啊，我知影伊贪心够恶毒。恁爸母唔知是安那教死的，教到恁种查某囝。外表吼，啊水当当啦，啊心肝吼乌乌索索啦，真落真落起的菜吼，啊等你多多好年了。今日先送啥？你凭什么安尼做啊？像你种查某吼，歹倒出去人修理你啦。哎哎，你讲我要让伊救你。你敢有想过？若是叶小姐是无辜的，伊即摆所做的拢是伊伤害一个清白查某囡仔。新闻讲的毋是拢是对的，媒体安尼讲，你就安尼想，安尼一点仔判断能力拢无的人哦，是安怎会当来指责别人啊？啊，你是伊啥物人啊？我看哦，佮有其他的八卦，啊，你是毋是伊另外一个小王啊？我看哦，这个查某手段真牛哦，不简单哦。根本就是天命好你吃嘛。我是姚小姐的朋友，我是新闻内底讲，寇先生眼科主治医师。我会当证明，寇先生目睭中风的这段时间，拢是姚小姐陪寇先生来看诊。根本都唔像寇先生伫电视内底讲的，拢无个来插。
连到我看就是哦。叶小姐对客人是敢那对家己老爸安尼友好，我就是看袂落啊，再来替伊讲话。杨先生，我说向您解释，我讲你也无识识啊，恁到底凭什么？听片面之词，条你侮辱我，攻击我，伤害我，我惊你无要反击。不是我心虚，不是因为我惊，难道是因为我问心无愧？天绝对还我一个公道的，时间绝对会证明，寇神是寇太太，伊对我拢是不实的指控，拢是一点不好话。时间，我你姐姐向我回信嘞，幸亏你今日对我所作所为。这就拍摄，就是你的损失。小春，我若出现，那个人对你的误会一定更加深，你的处境会变得更加困难，所以，请你原谅我。我若会当徛在边仔，方来保护你，但阁看你即马这样坚强，我真替你感到欢喜。你一定要加油！那，都要表演就好了，这是你的奖品。但是，多少你拄只替我解围。是讲，你哪会走去菜市啊？你莫跟我讲，伊是去买菜啊？我之前有送你回去，你袂记哦？我就是看到新闻哦，想讲来甲你关心嘛，啊，结果我就看到你出门，我就对你对到菜市来啊。今麦我加一个关心我的人啊，看起我力量值搁提升啊。我相信哦，新闻内底讲的拢毋是事实啊。你对柯先生的好，我拢看到，所以我嘛唔知影柯先生是安怎爱讲遐伤害你的话啊。你若是需要我出面作证哦，我就愿意斗相共的。唔免啦，你的心我了解。过去因为我的冷心，伤害到真侪人，我真正无希望我处理到你。我再讲。我嘛无希望影响到你甲柯先生一定关系，毕竟今麦当你小脾气的人就你啊。你看，你到今麦，搁咧替伊设想，因为你这款新妇哦，伊拢无好好珍惜。我看伊即届中风伤了，唔那是伊家己目睭尔啦，够只。我唔是咧替伊设想，我是真心希望。伊会当好好活咧，然后用伊后半世人为伊所做歹代志忏悔，让伊会当彻底了解啥物叫做众叛亲离、孤独终老。好啦，我看哦，你应该拢想好势啊。不管你安怎决定哦，你也记得对家己较好个，好无？你若是需要我的时阵啊，就靠我。我会当当作你的出气筒、垃圾筒，让你消灭负能量，好吧？多谢你。喂，我今麦在阮家附近公园。好，那呢，得落卡去。但是，歹势啦，等下还有约，那呢，我先来走。等这个代志结束以后，我再找一时间请你吃饭，好好跟你说多谢。加油。Thank you.
找我是有什么代志要参详，可能是叶小姐有人误会，啊，你家己阁无方便出面，对吧？做医生的读书人啊，真正有巧，无唔对啊。先包括小春，阮的状况你有上个了解啊。我真正无方便出面替小春讲话。其实我知影，你对小春嘛，对小春嘛真好啦。所以我希望讲，你能代替我出面替小春来澄清，替小春解决这个问题。那呢，我也非常感谢你。我替叶小姐澄清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阿弟呢？你是用什么立场来做这件代志啊？我知啦，叶小姐是无可能利用你提进什么财产，甚至拍人。不过，你是有某有囝的人，你看叶小姐今仔日竟敢袂落人口实？有某有囝，那这点我可能就要解释一下。顶边你救的主望确实是我的囡仔。你边啊，迄个是囡仔的妈妈，啊，不过阮两个并无结婚啊，所以严格讲起来，我是单身。嗯，那呢，我们顺便请教一下，你不是靠上眼科医师，奈陪小春去买物件，你是不是嘛对小春？你认为我对叶小姐有意思性？嗯，讲实在的，我嘛不知道。大概看到叶小姐哦，就感觉我已经识识足久诶。我对寇先生、寇太太嘛就有亲切感啊，就想要甲伊斗相共。寇先生本来就是我较关心的一个病人，我甲叶小姐去算家具哦，真正就是要让寇先生生活上较便利尔啦，无别项意思。啊，连寇先生这种哦老狐狸，你有都关心伊。想要甲斗三工，我当确定啊，你真正是好啦。咱就是安尼啊，总会对于一挂人哦较关心嘛，嘛无啥物道理好讲的。我嘛想无的，是安怎靠先生爱对叶小姐讲啊上爱伊的话啊？我嘛有想过，爱去找因，劝伊莫安尼啊。不过我一个外人哦。寇先生应该无想要听我的。好啦，若是你想要帮助叶小姐，我马上到三江，听一姐请便。好啊，无收集证据的部分我来负责，到时阵若需要你出面澄清，才麻烦你。没问题，万叔拜托。没问题。我有看到新闻，我嘛感觉伤害嘛，辛苦你啊！想袂到恁大家官心机这么重，手段这么恶极，竟然做出这种代志去陷害你，根本是想要把你毁掉。我妈有安慰我，伊讲会了解的人就是会了解，多谢你，就是迄个会了解的人。啊，不过社会大众。只要就简单的互人洗脑，即马即个代志已经唔那是针对我，佮伤害阮厝内的人。我真正唔知要怎做，才会当互大家知影代志的真相。你即马安尼，爱承受舆论伤害，佮爱照顾你保温箱内底的后生，压力真足大个。而且即马自由嘛受到牵连啊，唔是我无愿意替你出头。假使你也继续和志勇徛在你的身躯边替你出头，那些人更加无愿意相信你的清白。所以，是不是咱保持距离，卖阁和志勇受到牵连？叶老师，品言是替志勇设想了，因为今嘛自我已经大汉了，嘛开始捌代志啊。遐个误会甲谣言，咱做大人的是会当理解，啊，不过囡仔煞无法度。阮已经尽量在保护自我，莫让伊看到新闻。啊，不过
阿两爸爸嘛有芳。我若是带伊出去耍，去买物件的时阵，伊听到有人在骂伊爸爸，是要安怎？所以，只要志荣继续甲这件代志有牵连，主望都一定会受到影响。到时阵，伊就会抓准讲，因爸爸真正是迄种人。我真正想袂到这个代志会牵连到志荣，我会赶紧处理这个代志，免阁予大家继续误会志荣啊。你的解释哪有人会相信？今日这件代志就袂母甲安尼啊！社会大众袂去管你讲啥，只要看到你甲志荣两个人徛做伙，所有谣言拢会变作是真实的。搁再讲啊，你即马甲志荣在交往，我要哪甲自愿解释你这么复杂的关系啊？我甲志荣无伫个交往啊，阮有互相表明对对方的心意，啊，毋过。我考虑到我囡仔的状况，我用全部精神来照顾伊，所以在我囡仔状况稳定下来之前，我无可能讲感情的代志。志荣伊拢知影，伊嘛有讲，伊愿意等我，所以我甲志荣并无开始交往，恁就毋免烦恼，要安怎向主管解释啥物啊？但恁即摆意思是讲？你搁咧考虑，是毋是要接受志勇的感情？我承认，我真欣赏志勇，我真介意志勇。啊，毋过，阮即摆有真侪问题需要克服。我无强求一定爱甚物款的结果。啊，毋过志勇对我的好，早已经去着我心肝内。无你即摆是拍算要安怎做啊？你一方面讲你无强求结果，一方面阁讲你欣赏志勇，我真正唔知道你伫想啥呢？敢讲甲志勇保持距离，卖阁见面，有遮尔歹讲出嘴？我无讲，我袂甲志勇见面啊。既然我甲志勇拢是清白，那呢，我就无需要撇嫌啊。除非志勇甲我讲，伊袂甲我见面，啊，若无，我甲志勇安怎？别人管不着，我不是别人，我是自我的妈妈。我即马干那希望，你莫阁破坏志勇的名声。伊足无简单，阁脱离黑道。即马大个人拢认为伊是流氓，那伊这几年来拍拼，即马唔就拢乌有去啊？品言，莫这么激动。叶老师，我无想要感谢你甲志勇。啊，毋过当局者迷，即马恁两个人拢认为讲，恁无做亏心事，无需要撇嫌。啊，毋过社会大众，煞毋是安尼想。以下志勇，伊一个人真有担当，伊个代志，伊一定会替你担，替你处理的。我是烦恼伊安尼做，颠倒会有反效果，好一个谣言变成是真实。我知影。我无权利去感谢你，我只是把这件代志的严重性讲出来，予你参考。今嘛要安怎做去解决问题，才是上重要的，敢毋是？你意思我了解啊，我回去会好好想看卖，看要安怎做才是上好的。那呢，我先失败啊。叶老师，坐去伫个楼骹等，阮送你转去。卡边个发生意外？唔免啊，我家己注意安全，多谢你的好意。我的个性较直，讲话嘛较直接，无介意等阮计较。之前我就甲你讲过，我要甲你公平竞争，要毋过你无愿意接受，嘛无愿意提。你一方面讲，你即摆无想要讲感情，
一方面佫讲你无甲志勇保持距离，我真正唔知道你伫想啥。我拄只讲了真清楚啊，我甲志勇互相欣赏，互相喜欢。啊，不过即马，阮拍算干那做朋友就好啊。安尼敢有够清楚？讲来讲去，恁就是要交往嘛？相片几工，你即马总算讲出嘴啊！哈，我无伫个相片。我甲志勇是毋是要交往？甲我互人某爱处理这个代志，这是两回事。这哪会是两回事？敢讲你袂记啊？志勇之前的公司因为倾倒废土的代志，才起来恁大家讲尔。一段时间，志勇无跟你来往，所以恁大家唔再无搁追究落去。要若无即马，志勇早就去人判刑啊！即马这件代志嘛同款，假使你还搁继续跟志勇咧来往，甚至是交往，万一你大家官要告你跟志勇两个人恐吓取财，你想法官会安怎判？爱声叹气，这又何必？来来来，好歌得真水开。假使你还阁继续甲志勇咧来往，甚至是交往，万一你大家官要告你甲志勇两个人恐吓取财，你想法官会安怎判？你甲志勇两个人无够舆论，硬要行到这尼歪，安尼这个代志愈误愈严重。对你，还佮有对志勇来讲，拢是伤害。更加莫讲是对祖旺的影响。叶小春，我敢袂咧请你莫遐尼自私，敢若想着家己的意思。有时阵退出，嘛是保护对方的方式。这才是真真正正咧替对方想。你的意思是讲，要莫接近志勇，莫甲伊见面，安尼才是对伊好。大家才袂误会伊，是。我认为这不是解决代事上好的方式。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找出代事的真相。你想到太过简单了。当初你跟许汉民在交往的时候，你就是认为说你跟许汉民的感情可以克服他父母的反对。结果呢？结果还跟许汉民死得不明不白。这件代事你都没有责任吗？你现在要说到汉民，我跟汉民的代事我所向你解释。叶小春，品言，我知影你替志勇说笑，你的心意我了解。啊，不过看透伊的老师已经过身去的红事，安尼上超过啊，这种话你根本不应该讲出来。也不过就是因为叶小春你这么自私，你才害死伊真翁啊。那只是意外，假使讲什么代志拢会当看透。那安尼，只有因爸爸过身，我嘛有责任哦。无啦，我唔是迄个意思啦。其实我嘛无赞成，只有甲叶老师搞好。啊，不过这个个性真倔强，也真有主见。你愈做同意，伊电脑愈无要紧哩。阿公，你不应该去伤害叶老师，因为你安尼做，干那让我感觉你完全无进步。你也是当年迄个冲动的吴品言，都是因为安尼，志勇才会离开你。敢讲你想要反共快创哦？我知影，我以后注意啦。也不知道業界的人現在怎麼辦，怪都怪我自己啦。他剛想過衝動了，我真的欠考慮，不然害小春今天去抹我家，真的志勇，
个性爱小改一下啦，爱靠修养。就讲我害叶家因家的人，全部叫马参来，即马连信用无法度做，因若真正要怪我，我嘛不会讲。人志勇，你真正应该。不是洪先生，哎，你来这从啥？根本是来找咱小春的。哦，洪先生，阿妈刚是要甲我讲，叫我后盖离小春较远的，叫我永远莫阁出现在伊那边头前啊。哎，稍等嘞，我有话要来讲啦。啊，你伫遮等偌久啊？无啦，无等偌久啦。哎，啊你手受伤啊，看我要紧。才无啥啦，遮做热的，咱等下出去再搁讲啊。迄门卡口，咱徛过的人拢无看过，啊，搁摕翕相机，敢会是记者？啊，因真正走来楼骹咧，甲咱等呢。我无爱讲啥啦。不管讲啥，伊拢后背啥。啊，不过咱安尼行去，绝对很离开啊！哎，那问东问西，那咱讲也毋是，唔讲也毋是，是变怎？是讲我待在楼骹等真久啊，啊，无看到人，咱向阮出现。我看直接赶我走好啊。等下等，啊，你即摆若过去吼，伊会当作讲你是要去甲伊呛声，安尼天都害啦。我看吼，这代志我来出面，我处理就好。好。小春啊，哦，你讲你即马伫咧挂急诊咯？哦，啊，佮有迄个洪先生嘛伫咧身躯边哦。哦，好好好，安尼我会甲恁爸爸妈妈讲，我来挂去病院的啦，吼。哦，妈，你有够厉害啦！哎，因哦，真正在病院，你听做演员哦。不搞演哈，好了好了，那你来，好，来来来来，行行行。阿姨，啊，你手拢受伤啊，搁有你倒地，真歹势。哎，不要紧啦，这也无啥啦，无啥货啦。什么无啥？讲到这，我就生气啊，强哥。你唔知影，有人去阮店里喷漆倒粪扫，而且迄粪扫内底哦，佫有机关呢。阮妈就是为着要刷开，迄手唔才受伤。你讲是毋是才予人生气？啊，佫有啦，志勇哥，阮大姐是叫你去恐吓取财呢，你哪会这样无效率哈？迄钱无摕到啊，人嘛无拍到啊，等到恁两个，予迄两个妖怪拍到满面全豆花。啊！你这大尾龙嘛，啥咧做？小东啊，你是要讲啥？哦，我是讲真实啊，七月九啊，迄靠家人老妖怪要现出原形啊，讲到天花乱坠，还跟人讲那是讲鬼话啦。啊，人讲哦，鬼惊歹人。志勇哥，你哦就是无够歹啦，唔知害人看无？要检讨哦。嗯。阿姐。歹势啊！那我这细汉的哦，头壳咧想啥，连我都唔知影。啊，你讲啥哦？你免先认真甲听啦，好。袂啦，袂啦，这个，我今日哦，我来就是专工要甲各位回去的啦。伊讲，确实是我想要冲动，想要无够周全，才害小春哦，今日用报告。各位，歹势是我唔对，是嘞。你唔通安尼啦，我嘛想袂到代志变到安尼。我知影你真关心小春，啊，敢袂当听阿姨一个建议？这段时间恁两个人暂时唔通见面，好无？嗯，
哎，我知啦。我想这段时间我是暂时哦，卖跟小春见面会加较好啦。还是讲，在我咧楼骹吼，咧等小春的时阵，看到去菜市啊。哎，去菜市的时阵，叫一挂司机弟弟阿桑嘛，骂到外歹听，搁用菜叶啊弹。我看真正足生气嘛，足艰苦。你讲啥？你讲阮小春叫人欺负哦？有够可恶的呢！我要去菜市啊，调阅监视器，一个一个肉搜出来，看谁公然有辱欺负阮大姐，我一定告个底啊！啊，伊即马人呢？伊透早讲要去买菜，啊，到即马拢无消息，该会出什么代志啊？我来找伊好啊。无代志啦。哎呀，阿伯啊，杨医师哦，出面报告小春。你起码变无代志啊！梁医师，多一个梁医师啊！啊，就是柯秉忠伊个眼科医师啦。啊，伊对小春嘛真关心，而且嘛是一个成功独立的。是柯秉忠的医生？嘿，迄敢是迄妖怪饲的小鬼啊？我当保证，伊绝对唔是啊！原本想讲吼，今日过来看一下小春，啥物所在，我都斗相共。诶，小公姐啊，安全起见啦，最近吼尽量莫让小春出门口。哦，阿姨，大头你讲的我会记。最近我尽量避免要跟小春见面。啊，总共一句是，各位，今日歹势是我唔对，阿伯先过去。哎，我来，等下，这。我话要甲你讲啦，啊，拄仔阮牵你甲你讲吼，最近较歹甲阮小春见面嘞。伊是讲吼，公开啦，也无讲私底下袂当见面啊。啊，搁再讲，即摆网络甲手机啊拢遐发达着，你若真正想要见面哦，看是要通电话还是视讯拢会用个啊。啊，搁有啦，你哦千万唔通甲阮讲歹势。阮全家也甲你感谢都袂负啊！你自头至尾拢遮尔啊照顾阮小春啦，啊，搁甲汉民找恁骨塔，啊，伊伫恁兜咧做家教的时阵，你搁对伊遐好。若话讲要产检，你随甲放假，啊，你遮好的人，阮哪有可能会怪你啦？啊，若是讲酷甲迄两个哦，莫讲你想要甲拍，我搁想要甲斩咧。对啊，拍因拄啊好尔啦，阮妈嘛拍过两遍咧。妈，无三不成立，如果没有集满三次，安内就袂送的呢。对不对？我赞成。王先生，我跟你讲哦，你看阮慧文安尼哦是好讲话哦，啊不过哦，老人对个查某囝无好哦，伊是对伊无客气哦。啊，假使讲哦，人也对查某囝好哦，伊就会将对方笑命。讲外笑都有外笑啦，啊！那阮慧文哦，从来都毋捌怪你哦。伊为吼迄监视器的画面哦，看到你爱冲出去替阮小春出头吼，伊看甲足甘心的，对无？对啦对啦，阮大姐哦，就是要亲像你这款人来保护伊，就亲像甲小倩为姥姥出头救出来啊。啊，不过这种个。你袂当做逆彩成软狗狗，爱参着遐燕赤霞啦，甲迄靠个嘞千年老妖打得道可道非常道，胡说八道不能人道。小东嘛，你嘛足敖踢的嘞，老一个人探听的。阿生，你要甲阮小春交往，阮拢无意见。啊，恁两个人。也无做啥物唔对，啊！希望恁两个暂时唔通见面，是因为希望会当解决问题。我相信，只要咱做代志，凭良心，迄代志的真相，总有一天大家拢会明白的。安先生，哎，我听你。哎，多谢你。阿妈，快些。
关于寇家对应大姐叶小春的爆料，你敢有啥物要提出澄清呢？哦，即马阮还在收集证据，还佫资料。啊，若收集完证了，阮才甲大家报告啦。不过希望在报告之前，大家先卖谣传。林大姐甲洪志勇先生即马是啥物关系？你是毋是伫交往？哦，若是这点我无清楚。也不过，若是洪先生那边，我对于阮也无了解。根据我所知影，伊两个只是普通朋友尔。小姐，多谢恁的关心啦。也不过我相信清者自清，多谢了。亚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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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亚小姐。钟经理，我拄才记者一直第一问恁大姐的代志，你是安怎无要替伊做澄清的？我嘛真想要替阮大姐讲话啊，也毋过我即摆身份是朝阳集团发言人，我所讲的每一句话，大家拢会认为讲是朝阳集团伫咧替阮大姐个洪志勇背书，替阮大姐背书是无问题啊。阮大姐的人品，啊，佮伊的个性做人做事，这拢嘛是我知影的。但倒是洪志勇。因为我不了解伊，所以我讲话也是较谨慎的。嗯，你做代志真细腻，安尼是真好。老实讲啦，东安营造甲咱还阁有一寡往来，啊，廖英梅阁是迄间公司的董事，所以我对因公司还阁有淡薄仔了解。啊，若是讲到票白，那是毋是真实的？还是因阁在私底下做一寡未见情的生意？这我嘛真怀疑。假使你若公开，啊来保证洪志勇伊去有人抹黑，确实会去有人认为讲是咱朝阳集团在挂保证的。啊，万一若阁有记者抓到弱点，来咱公司嘛叫牵拖落去啊。总经理说你放心，这件代志我一定会细致处理。这件代志你也赶紧处理好势。也毋过，假使洪志勇真正有跟恁大姐在交往，那安尼恁大姐，不管是伊人品真好，还是真正是无辜的，迄拢已经无重要诶，也无人要相信啊。啊，可是许明忠的指控，连我认为是真实的啊。这是社会观感的问题，所以这件代志，你得要赶紧去拍火啊。啊，若无咱朝阳集团，真正会牵拖落去啊。啊！到时阵，咱连拍落，就会叫调查。大姐甲洪志勇敢那是真正咧交往，安尼不管我安怎解释，大姐是去用冤枉的。社会大众都不人会相信啊！威廉因妈讲的无对，这是社会观感的问题。我也是要先甲大姐确认一下，叫伊最近先莫甲洪志勇惹上我。你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嗯，我大姐手机安尼无开啊？啊，一定先找人找伊啊！伊刚刚关关机啊啦，无先靠爸好啊。小夏，你找爸什么代志？爸，今麦你变什么状况啊？有真侪记者在个公司对我问东问西，我咧想哦，因应该有哪有走去厝内底还是店内底等恁啦？安尼敢有白讲话？当然嘛无，阮惊到要死哦！不管讲啥，拢乌白写乌白布啊，规气做 A 狗。哎呀，我今麦哦才听到三组 A 狗第四件，有话讲袂出嘴啊，会方配谈配乱，佫袂当应呢。我多啊，啊！即个媒体足发达的，有一点仔风吹草动哦，同渲染甲足严重诶。真相到底是安那，根本就无人要关心嘛。哎呦，我是爱讲偌久啦，阮强要站袂住安尼。咱咧店诶外口啊，防喷油漆、弹粪扫、搁夜金纸。恁妈搁因安尼哦，手去着伤啊，就连恁姐啦。啊！伊去菜市啊买菜，嘛叫糟蹋啦。生活变啊乱糟糟，哦，真正气死啊！
妈受伤哦，哎，有安怎无啊？啊，虽然咱伊为了要整理遐粪扫，手脚玻璃刮着啊。啊，我有甲带去病院啊，做破伤风应该是无代志啊。哎，你遐敢有啥物办法哈？咱总袂当安尼点点点一直拢糟蹋啦。我有咧想办法啦。要唔过靠家迄两个老的哦，第一条讲要用这招，实在受够阴天的，是要逼大姐乖乖就范呢。阿英今卖的意思就是，要抢小汉堡的监护权，为着监护权，因绝对无可能抢两个。林大姐足歹命的啦，当初伊就是因为吼答应汉民讲要花照顾伊爸母，啊家己一人哦，喙齿紧咬入去靠家迄两个老的领地。阿今毛喙边用生姜要拍过啊，迄两个老的吼。后摆若做老高官哦，迄拢应该做得来啦。也毋过即摆社会大众，敢若相信伊看到的，因看到的就是靠家迄两个老的外可怜，煞毋知因内苦。所以哦，咱搁较有感觉，无路用啊。啊无，你啊敢有啥物办法哈？咱无因试看卖啊吼，互伸嘴皮是啥物感觉？有啦，我有咧想办法啦啦。也毋过哦，即个办法，我今日我讲出来，你毋若无赞同。而且电脑阁会骂我，是啥物办法？你著讲出我听看卖。我是认为，即摆不管咱啥好人，大姐甲洪志勇无咧交往，社会大众是无可能相信咱的啦。这社会哦，都是当成弱者。咱只有甲火应对洪志勇先扶电去，让大姐变作是迄个可怜的人，变作是弱者，安尼才有机会当扭转社会舆论压力。啊，恁大姐吼、哦。有够可怜啊！呢，伊个一面就敢苦大，啊，啥代拢看无几滴干嘛哈？也毋过大姐可怜，敢若咱知影啊。社会大众哦，拢即马假死，洪志勇甲大姐就是拢袂威干，而且洪先生伊即马遮尔有身份有地位，啊，伊挺大姐，所以哦，毋管大姐搁较哪可怜，嘛无人要相信伊啊。啊无呢？我咧想，咱来互社会大众认为。洪志勇看恁大姐水，而且阁酒挂，所以就强迫大姐爱改做伙。先生，阁想要得到靠家的财产。我咧想，咱来互社会大众认为，洪志勇看恁大姐水，而且阁酒挂，所以就强迫大姐爱改做伙。先生，阁想要得到靠家的财产，安尼就会当甲火先讲应对洪志勇先固定去，大姐就会变作是受害者，就得到爱同情啊。啊，你即嘛是咧讲啥啦？我拢听无。简单讲啦，这几件代志哦，都要变作是洪志勇的意思啦。规定哦，就是爱讲，大姐是去用金币的，而且甚至有可能洪志勇是冒用大姐的名义。啊，非的，大姐较早嘛伫咧红家做过代志啊，就讲哦，是洪志勇迄当阵看介意嘛，啊，这所有一切都会当解释啊。袂用的啦，啊，你是袂记啊哟。进前恁大姐啥物啊想袂开，是洪生甲郑黑甲救的呢？咱哪会当稳中受报？阿公无，就算讲我无讲话啦，恁妈妈绝对袂同意。这个方法哦，伤憨。搁再讲啊，这个代志本来是恁大姐甲寇家的代志啊，人迄是无辜强牵连着呢。啊，咱即马哪会当甲无辜人变作事主？这个代志我做袂出来啦。爸。这世间上哦，唔是万项代志拢会当顺咱的意去解决的啦。啊，总嘛是要有人做好人，有人做歹人啊。啊，你是要牺牲什么人？大姐也是洪志勇。我当然嘛无想要牺牲恁大姐。哎，啊，咱敢袂当甲代志讲个清楚，敢就一定爱讲白贼？这都唔是讲白贼嘛，这是要想办法变通啊。啊，讲一句话歹听的啦，好人做啥物拢对啦。歹人哦，就是注定要去用判死刑啦。爸，这个社会对查甫人真正是无公平啦。只要凊彩讲伊不守妇道，
每一个查某人跳到淡水河拢洗袂清啊嘛，逐工互骂，去到倒位拢是互叽叽嘟嘟。啊，到时阵大姐也真正失去小汉堡的监护权，你叫大姐是咩活落去？强哥，另外一方面来讲，这社会真正做无公平，对查甫人是遐尼啊宽容。啊，咱都讲洪志勇又大姐又袂掉，这是一个较极端的手段啊。啊，不过大雄一定会感觉这无啥啊，真正常啊，嘛袂加讲两句话嘛。所以，到时阵扣架遐个话，全部拢会转对洪志勇身躯顶去。洪志勇若真正爱咱大姐，因为大姐做这一点点的牺牲，就当解救大姐啊，是安怎无爱啊？啊，咱两个家伙，阮哪会无代志啊？啊，好啦好啦，我再搁想看卖啦吼。啊，不过我嘛是感觉讲，安尼做无妥当啦。好啦，无爸，你再豆豆想啊。咱家联络啊，吼，请安尼。啊，威廉，啊你怎起来？你进来真久啊，爸有代志要找你啦。哦，无正事过。哎，谢谢。我拄则听到你甲恁爸咧讲电话，我足意外。你是真正拍算要用抹黑洪志勇的方法来替恁大姐解决代志哦？啊，那无嘞？无，我阁有别个办法吗？啊，为着洪志勇本来就是乌刀，背景复杂啊，啊，阁让加乌一个，应该嘛无差吧？啊，所以你就当解抹黑。莎莎，你捌去予人误会过，嘛去予人抹黑过，你应该知影迄种心情偌艰苦啊！啊！你即摆用这种方式共人伤害，甚至阁要找一个有甲领导斗相共过的人来打罪，哈？安尼讲对？不管是对啊，唔对，这是我即摆想的对上好的方法啦。即摆是阮兜咧出代志呢，恁边仔的人拢会当轻轻松松叫阮倒来正面解决问题。也毋过即摆问题是真相根本无人要知影。我嘛只是用酷甲我好阮的方式，小可变巧一下尔。啊，搁再讲啦，无得卡洪志勇，其实嘛真正一点仔拢无无辜啊。凡事真正是伊逼阮大姐呢，啊，若无想要咱解释，迄个财产哪会转对阮大姐名下？你哪会有这种想法？我真正足庆幸的。我即马有那些替朝阳集团解决问题，假使我若替阮大姐讲话，安尼等于是规个朝阳集团。在咧替洪志勇背书，请问诶，恁爸敢会让你安尼做？敢会让你安尼讲？若是你无更加好的想法，那你就莫逼我做生意。莎莎，我真正想不到，你怎么可以这么世故啊？当初我喜欢你的是你的理想，啊，不过即摆看起来，凡事是一个误会。你的理想已经不是理想啊！是自私，而且你已经越来越自私了。威廉公，你有代志找我？你对明仔载开始放假，唔免我入来公司上班啦。啊，你的职务，我叫超人去甲你代理。爸，那雄雄做这个决定啊？是不是因为阮这个新闻？啊，无你想，感觉我有帮代志。公司最近一挂。新的合作案正咧进行，啊，公司的新产品嘛正咧准备要发表上市啊。即嘛若是够你继续做咱公司的发言人，我咧想伊个记者吼，一定转移目标啦，专工去逼你的代志。你也知影，咱公司每一个新产品甲每一个新的合作案。伊背后有偌侪人的苦心，有偌侪人的努力，
拢袂用个，因为你一个人的因素，就拢总破坏去啊。燕国爸，阮大姐的代志跟我无关系啊。小夏，啊，恁爸爸唔那是为了大舅在世上，伊嘛是为你在世上啊。啊，恁大姐这件代志，当地红火头。啊！你爸爸想讲，你会代替公司出面去面对遐记者，啊，惊讲啊，到时阵会颠倒害你，啊，变成是记者想要挖新闻的目标。所以我们也想讲，啊，这段时间小撇风头嘛是好啦。啊，搁再讲，啊，你的身体才拄啊复原啊尔，啊，你会当趁这个机会好好休困，啊，先把你的身体调养好势以后，啊，心情放好轻松。啊，无得啊！你巴肚一见就有消息啦。也毋过，爸，其实有来找我，也毋过我嘛是三两句话就甲伊应付转去，所以我相信我有这个能力会用应付伊。甚至这嘛是一个真好的机会，用来考验我身为一个公司的发言人，我的能力到倒位啊！搁再讲啦，你即马要我为着别人的错误来负责任，我嘛感觉足委屈嘞，这根本就是两回事嘛。所以爸，拜托你，给我一遍的机会好不好？甚至我买单打去新品销售的成败啊！你也是。拢敢那想家己的立场尔啦吼，那是安尼先，咱就无什么通我讲啊。超人，你稍等下，去公关部门走一撮，应该移交的今仔日之内，拢总来移交清楚。是，董事长，我马上去办。好啦，你即卖当离开啊？哎，谢雷是命令下来了，求奶奶和董事长办掉公司发言人的职务。听讲，董事长一直真无满意这个无家世、无背景的媳妇，看来传言是真的。皇上一句拖出去斩嘛，太祖嘛保袂住太祖妃。无像咱叫小奶奶叫遐尼久，看是白了工啊。我才衰嘞，谁知影伊是一个无实权的空心花囝，就莫遮假步啊。看官无看见，好啊！一个啊一个，我拢甲恁点记做记号。等我回来的时阵，我才看恁要用什么态度面对我。小夏，这是你的离职单，我拄才去人事部，就早替你提过来啊。你都唔免阁加走一撮，虽然你是朝阳集团的小奶奶。一切还是按照公司的规矩来，还是。大夏利，现在是新大新。啊对啊，公司刷落来两个月对外活动，我拢汇集伫个电脑桌面顶面有一个活动统整资料夹，这资料夹对你来讲真有帮助啦，相信会当互你赶紧接手。多谢你。私底下甲你讲啊，看起来董事长真正对领导的代志是感冒的。你嘛知影，你会当空降来坐大位，是因为总经理的支持。即摆连总经理拢无法度报你，即个代志你若是处理了无好势，恐惊会影响你未来伫公司的发展。我好心提醒你一下，以后你行的每一步，拢爱行得更加稳。你嘛知影，这条路真坎坷，无好行。你若有小可大差一步，可能会写到个真水果。
副总，你的建议哦，我肯定心内，多谢你。啊，就像像你讲的啦，我实在是说好运的。第一个公司这一路来，好加上有阮大家咧庇护我。啊，这边的代志哦，我真正是天外飞来横祸，暂时中箭落马啦。因为看他讲，我是另家的人，若是有需要我的时阵，早晚嘛是有机会当当来公司的啊。顶多是迄个无人庇荫的人，唔只家己也较细致的。你今天有什么事较惨哦？到时阵就真正是从云端狠狠摔落地面啊！阿麦讲要重新爬起来啦，轻轻连翻身的机会了无？阿弟啊，我差点袂见呢。这电脑的资料内底哦，有一挂我私人的资料，我可能要整理给删除一下，较免影响到后一个使用的人。那上鬼的莫名无理三四天做出来呢，歹势啦，可能该麻烦您重新做一份给副总啊呢。也唔过哦，我对恁真正是足有信心的啦。只要恁提出当初对待我这少年的热情来做代志，我相信哦，所有的代志都会当迎刃而解。Fighting！今天哦，我跟那些人奋战到底，完全没有放弃哦。我将我超杀女伊娃克夫尔战斗力完全的发挥出来，而且还给杀个片甲不留。哦，辛苦你啊呢，多谢你替大姐做客呢。啊，你，多谢大姐。阿妈，爸。就是安怎？那是凶啊！因为即马战场已经为厝内底燃烧到点了啊！透早阿妈阿哥我爸妈去开店的时阵，看到有人伫遐泼漆弹粪扫啊！阿妈的手唔在受伤。爸，是累了，因为我的关系，拖累着你。我看到你受伤，我心要真就疼呢。是啦，你看我去病院，迄医生处理过啊，啊这也无啥啦。啊最近大家拢足无闲的，啊即马拄啊好趁这个机会哦休困一下。真的是你啦，伫个外口就像一堆围困，啊连去菜市啊买菜，拢会互人等菜。你哪会知呀？阿德，阿罗，也去咱店的食面迄阿水啊，阮在路就拄到伊，伊讲有看到。阮小春哦，明明都无做啥物唔对的代志，煞往安尼对待啦。阿妈看到实在是足唔甘的。小春啊，我看你最近哦，都出去休困啦，较歹出去啦吼。今仔日哦，
厝内底有人客来，要找你的啦。啊，即马伫个房间，你入去看卖咧。对啊对啊，紧入去啦，因为伊已经等足久啊哦。像，什么咧像？像在动物园，内底遐贵宾啦。啊，你入去看，就知影啊。这相簿啊是阿姨替我看的，其他物件我无，我袂乱动。华强爸妈已经感受到你的心。我今日出门时阵哦，拄着一挂状况啦，我是不是看起乱七八糟啊？你等我一下，我来整理一下。恁啊，今麦去到我面头前。是充满勇气，是一个坚强的小春。小春，辛苦你啊！其实今日去菜市的时阵，我伫第一条后边。这些发生代志我拢看到。原本我想要出面保护你，不过我惊讲我出面会引起更大误会，所以我唔才。是嘞。你别跟我回事嘞，多谢你替我说笑。虽然迄个时阵我感觉真见笑，真委屈。啊，不过我让恁来哦，我是不是变了两只猫？借我靠一下，一下下就好。写的记者们恐怖轻易止戈善马，一时将重返老巢，莫再留恋逗留，来日方长，冬妹妹。是小冬啊，咱连续来通知我离开啊，安若无，连袂叫我记者翕着，明仔阁写几多。多谢你。就是暂时做下充电站。爱记啊，不管你从伫底，我的心永远都在你的心上。等佮较细腻哦。
伊拢无话要甲我讲。我想要甲你讲，恭喜啊！恭喜！我好爸甲我洗头路呢，你拢无替我讲一句话就准倒煞，你即马是咧恭喜什么意思？我当然爱甲你恭喜啊！啊，你想看卖啦？你受伤以后哦，真紧就转来公司，加一个发言人的职务啊。自迄个时阵开始，你逐工拢遐尔无闲，毋捌停落来过。啊，除了吼，马英九你的好胜心以外，另外一方面，你是惊阮爸会甲你看轻。啊，所以吼，就算是身体无爽快，你嘛喙齿紧咬咧，继续做。这我拢看在眼内啦。老实讲啊，我真正真唔甘的。啊，一再发生这种代志，爸主动叫你放假，我真正替你喘一口气。你看，啊，你即马就有时间好好休困，这真好啊。所以我当然是赞成的。结婚之前，你讲你了解我，起码一句话听起来足好笑。你是安怎无了解？我一个人根本无想要关伫咧厝内底休困，什么代志拢袂用做。安尼根本就是把我关伫咧笼仔内，伫咧折磨我嘛。你敢需要安尼想？爸就讲啊嘛，啊，暂时要互你避下风头，你就当作是放假，好好休困，敢袂用？啊，查某囡仔事业心敢有需要你当？你哪会安尼讲我哈？我伫个公司拼死拼活，就是为着要做你和林伟仁的好太太呢。爸伫个所有人的面头前给我洗面，我嘛是同款无放弃，希望会当说服爸，让我继续留伫个公司。结果呢，你一句话拢无替我讲哦，今麦阁对我讲这个话，你是让我多细心的呢？爱声叹气，这又何必？来来来，好大得真水开。爸伫咧所有人面头前给我洗面，我嘛是同款无放弃，希望会当说服爸，让我继续留伫咧公司。结果呢，你一句话拢无替我讲哦，今麦阁对我讲这个话，你是让我多细心的呢？不要替你讲啥。啊！叫爸，甲你留伫个公司，然后甲你放伫个第一线，互遐个记者攻击啊！你也知影呢，只要你伫个公司，遐个记者就会来找你的麻烦。唔管你讲啥，拢是唔对的啊！只是增加伫个爸面头前扣分的机会。我无替你讲话，是咧保护你。而且，我嘛感觉爸的决定是对的。搁再讲啊，面对遐个记者，你煞无法度替你的大事讲话，你袂感觉讲？就痛苦，就为难的啊！哪来面对恁爸？你无都替我讲话，你怎么敢有感觉痛苦，感觉为难？无，因为我知影，我今妈安尼做是对的。哪来你都无资格质疑我，是不是会对阮大姐痛苦啊为难？因为我嘛知影，要安怎做，才是对咱两个上好是对的。啊，所以是讲哦，只要为着咱两个好，遐个记者哦。对恁大姊任何无情的报道，你拢会当无感觉呀？当然嘛，无可能无感觉啊！你是遐讲袂顺车呢？我安尼就是我的道理，只是讲，你两个是咧创啥啦？啊，三更半夜无爱睏，啊，吵到这么大声着，啊，你唔惊你爸听着？好啊，卖阁吵。小夏，莫让妈妈歹做人哦。威廉。哦，好，好啊啦，我听啊，啊明仔吼，搁要上班，
有啥物代志，明仔载再讲啦。赶紧休。我到底是咧创啥啦？慧莲讲的嘛是有道理啊。我是安怎要把焦点拢放伫伊无替我讲的这件代志顶面？以前我即马排卵针拢已经做啊，武刚和威廉跟我咧激气，安尼是变生囡仔。哈，煞煞去啊！明仔哦，才找机会放两卵，威廉应该真紧特别对我生气啊。关系要怎处理小川这件代志？小夏有提出建议，听起来敢真有道理，啊，不过唔知安怎。我哩感觉唔知倒位怪怪咧。小秋甲咱烦恼小春的代志困袂去，伊准备在薰衣草茶，讲是较安神，啉了也较好困。你试看卖咧。哦。茶吼，茶吼真好啦，啊，不过在咱要睏之前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吼，咱来小处理一下。啊，你是要讲啥？我吼有一个想法，是我个人的想法咯，甲任何人拢无关系哦，吼。你听看卖啊，看敢有法度真正甲小春斗相共着嘿。是安尼啦吼，我咧想讲小春这件代志啊吼，咱敢会当暂时啦，我是讲暂时吼，先甲撒去洪先生遐啦，啊，咱吼来转移这媒体甲新闻的焦点，啊，趁这机会，咱紧替小春来争取这小汉堡的干部权，啊，然后呢？你老实讲，这什么人给你的建议？无啦，哪有啥物人？我拄仔甲你讲，啊，就是我家己的想法尔嘛。啊，就是咧想看卖讲，唔知会用的无，我们才提出来甲你参详。我甲你做阿母几十年啊，你唔是会有迄种自私想法的人？你讲是啥物人给你的建议？是唔是小夏？啊？那有啦，无可能是小夏啦。你卖吼对小夏有意见，人拢要想对遐去啦。啊，搁再讲，我感觉这个想法听起来袂歹啊，啊，你现在感觉自私？听起来，所以你承认这是你听来，你头壳是咧想啥？你今仔才甲洪先生讲，家己人听家己人，那一换头，你就改变主意啊？人牵手牵手，人后下毒手，这种代志哪会做会出来？你的心肝敢过会去？这严重哦！哎，迄嘛才是一个想法，也毋是真正要去做啊！啊，你若感觉无好，咱阁另外想办法就好啦。嘿，丽英姐，这件代志我会追究。讲较歹听的，这件代志，洪先生想无辜，啊，咱欠伊这么大的人情，无遐多害，安尼就断拄煞，啊，哪会当颠倒过河拆桥？我无稳准咱厝内底会有人做这种代志。你老实讲，是甚么人给你的建议？你若是唔讲，你就莫参我讲话，我不爱听你讲白贼话。非得你是小夏就对啦。哪是甚么人？你讲啊！你手机啊摕来。你摕我的手机要从啥？我看甚人打电话给你，甲你洗脑，洗到你遐头壳无清楚。你手机拿起来。莫安尼啦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甲你讲啦，是小夏甲我讲的啦。啊，不过那是我甲逼啊，伊只会甲我斗想办法，伊嘛是无考虑遐济，你莫怪伊啦。所以你伫电话内底，你嘛认同伊的建议。啊，都想无破啊！我毋知想讲吼，认真思考一下，这个方法敢真正会用的啦。
你是安怎做人是大的？小小有这种自私的建议，你得爱苛刻伊，给伊正确的观念，爱伊取消安尼的想法。你无安尼做，等到甲伊同款，啊，即马过来找我参详。你是安怎想的哈？像查某囝，无人想到安尼啦。哎，迄个像查某囝有啥物关系啦？人小夏嘛是咧烦恼因大姐迄监护权的代志啊，万一小汉堡的监护权若真要扣甲伊两个老抢去，我甲你保证啦，咱小春百面就起笑啦。啊，搁有哦，人小夏姐知影讲哦，你的手有怎个代志着伤，伊嘛足唔甘的啊。啊，非得吼伊会想这办法，干那想要吼保护咱一家人尔。为着保护家己人，去伤害别人，若是安尼，咱甲扣甲的人有啥物无共款？因为着保护因的孙，强奸护权，伊唔才会挖坑，让小春甲红尘心跳。敢讲你认为伊的做法是对的心？对啊。啊，我的头壳像白蜡子结着哟。莫怪我这感觉唔知倒位怪怪。好佳哉吼，我有找你参详，也是吼，你头壳较清楚。为物啦，失礼啦。那，莫生气啊啦！你嘛知影，我若拄到查某囝代志哦，我的心思会乱糟糟。我想讲要甲伊斗三工，我惊会去甲伊害着啊！啊，想来想去，我就规个拢想甲乱去啊！我知影我唔对啊啦，你原谅我啦。好啦好啦，无我互你拍啊吼，你欢喜吼，来。啊！我想来听啦。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我袂记啦，我笑哦，无啦，莫生气哦，我知影唔对啊，真正哦。我唔是咧生气啦，我是咧烦恼啦。烦恼小夏。小夏为着保护厝内底人，伊有这个心是该好，要唔过伊这种方法是唔好诶。伊这种为着达成目的，不择手段的方式。会害伊家己愈惊愈骗，伊即卖的环境，无亲像伫个厝内底的时阵这样尔单纯。伊需要面对真多困难，也是拢是用这种的态度来处理代志。我烦恼以后，伊会害到伊家己。唉，本来哦。啊，想要解决问题尔，啊，那问题无解决，所以我加一条问题啦。安尼是变怎啊？变主陪人真的时阵，拢袂输的是咧提醒我，伫咧林家的痛苦。我这认真想要替林家生一个囡仔，想要得到大家认同，所以拢无一个人站伫我身躯边支持我、陪伴我。当初威廉声声句句讲要保护我，因为就伫咧我互霸天话的时阵，伊嘛拢无支持我，替我讲话。本来结婚是为着想要有家己的家庭，想要到结婚了后，我的心所感觉更加寂寞，更加艰苦。我记小凤有跟我讲过，这叫做火花兰。火花兰的花语是：
忘不了的人。本来阁想要替业界阁林家解决问题，想要到最后，问题煞变作我家己的。不行的，我真不简单，才行到这一步，绝对袂用放弃。我还阁较打拼，一定要想办法挽回一切。爸妈，威廉，家仔，阿姐早顿哦，我拢穿好势啊，恁家豆豆姐。哇，阿姐你澎湃着，小夏，阿姐拢是你一个人准备的哦。阿是透早就这么无闲来穿打顿，真辛苦呢。没啦。阿小夏。阿叔代志叫阿曼做就好啊，阿你阿就这么辛苦啦。啊，我家己上班有那遐尼侪年啊，嘛知影恁伫个公司上班哦，做动头脑的啦。啊，干那我一个人踮伫个厝内底，已经无代志做，我嘛是感觉足歹势，所以就想讲至少替恁穿一顿啊，啊营养均衡的早顿，会当尽我做人媳妇，也够家后的责任。嗯。彩阳，你看，照顾你上海一个大饼包小饼呢，你已经足久无食着啊！你看小夏，佫这么有心，啊，替你特别穿的呢。之前哦，我常听阿母人讲，这大饼包小饼足歹买，啊，今仔日我去排队才知影，原来是甚物原因。原来这大饼包小饼一出来呢，吼，啊，大家就拢随手了了啦，好佳哉，我有提早一排。既然爸喜欢哦，以后我得较早起床的。啊，对啊，我知影爸最近较忝啦，啊吼，目睭个较疲劳，所以我专工有煮一锅枸杞茶，啊，一千妈，你早去公司给爸啉。谢谢。爸，啊，一杯精力汤是要你今妈啉的哦，让你营养均衡，免疫力增强。你这早顿穿了就好诶，这就表示讲，因为你这厝内代志做了真好，表示吼你适合踮咧厝内做家务事啦。系啊啦，若是爸从今以后要我做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，那安尼我就无机会搁倒去公司啊。大家拢知影吼，小夏能力真好。啊，你叫伊伫个厝里做家内事，安尼真正就无采。那假使讲你是烦恼吼，小夏作为咱公司的发言人，会去有媒体对这个产品的报道失焦吼。啊，咱会当叫小夏卖出面啦，就可以负责这幕后客户的部分，安尼就赢啦。所以吼，我认为，我吃吧。就等恁公司还有一个会议要开啊，公司啊，行，咱家准备啊。我甲阮妈吼，拢看会出来，你真正足打拼的。
啊，你的表现嘛真好啊。表现好有啥物路用啊？认真嘛无路用啊。唔管我看安怎做，爸就是无满意。爸唔是对你无满意，啊，伊即马等伫个红火头，伊无甲你接边吼，就是对你上好的态度啊啦。啊，即马你若是要去说服伊吼，等到会互爸更加反感。阿姨的脾气我了解啦，伊上无介意的，就是有目的的献殷勤。啊，所以啊，你有甲平常时同款就好，真正无需要特别去做任何的代志啊。咱敢毋是讲好势要做伙拍拼？我今麦这么认真哦，你是毋是应该甲我斗三工，替我加讲一句好话，好有机会当倒去公司上班啊？小夏。啊，即摆吼是过渡时期，你着较忍耐咧。我相信这状况哦，一定会改善的。啊，假使讲哦，你伫咧厝里上无聊，也是讲你的心情上压杂，你着摕我送你的黑卡去 shopping， 去买物件，安尼好不？威廉，我的人生目标毋是为着有钱开就好，我嘛希望着我的。哎、欸，徐董，搞啥？哦，你讲见面的时间，哎，该做是八点半的啦。好，无问题，我即马就赶过。OK， 拜拜。小夏，啊，公司的客户徐董要赶中昼的飞行机啦，所以我甲伊的早茶约会就要提早啊。啊，早顿你家己食，我先走啊。哈。啊，爸超工不爱甲你叫，就是要让你加休困一寡。哎呀，歹势啦，拢已经十点外，我今晚来宽岛，阿无白付租给恁食。哎，站起来，来，别烦恼啦。恁那个大心的阿公吼，讲今仔中昼伊要煮，你只要坐等食饭就好。恁衫拢收入来啊？唔但收入来，我拢煮好啊嘞。妈，这个衫我先帮你摕去房间放哦。妈，来坐啦，出来哦，应该整理拢整理好势啊，免烦恼。嗯。啊，恁代志拢做完啦，啊，我是要做啥物啦？嗯，做日本人啊，闲闲没代志啊。这几天哦，你想过超烦了啦，啊，阮大家拢足烦恼的啊。所以决定吼，今日要来好好休困。唔对，今仔日吼绝对要让你闲闲到会当翘脚咧睡觉。啊，佫有啦，即平常时啊吼，我较阿爸，即个遥控器拢占掉掉。今仔日即个所有权交予你，你要存倒一台，袂甲你抢。啊，这个代志我已经做遮尔啊侪年，我从来袂感觉忝。会当有这个家付出，我感觉是真幸福的代志。啊，今仔日看恁为我做遮尔啊多，确实让我心肝内感觉真温暖。虽然即阵仔厝内底有淡薄仔状况，也毋过我相信，只要大家同心，一定会当真紧度过这个难关。妈。多谢你为这个家付出，也真多谢你，我遐尼侪勇气去面对所有代志。你愈来愈坚强，
放心吗？对啦，小倩公司哦，安排伊参加三天的咖啡研习营啊，透早出门啊，伊特别甲我交代讲，爱我甲你讲，讲伊人无伫，啊，不过先得出。对啊，二姐嘛有打电话转来，伊讲咱家若是有啥物代志，伊会随时转来。一枝草，一点路，我相信，不管头前的路有我黑暗，我歹行，咱一个伙啊，只要手牵条条，就啥物拢唔惊，对不？哎，是啊，你开门。好。明星的呢，抹黑伤害阮大姐，搞阮大海甲这样的凄惨，今麦够有面来阮家哦，真正讨袂听。妈，你的手受伤，这两个老黄灯哦，就交予我，予我用我如来神掌试看卖，应该面皮完也高。是会跑啊？来啊！拍遮啊！啊，不过你要想清楚哦，你若是敢拍完哦，那小春就永远可能无法度看到小汉堡啊呢。这个效果你敢打得起？小东，哪里冲动啊？因这两个既然敢亲门大户来遮呛声，啊，就听看伊是要创啥？安尼唔得着，听恁阿妈的话。恁两个到底来这要从啥？好先生，好太太，再问一下，恁来从啥？啊，搁有拄则迄句话，啥物意思？哼，可怜啊！啊，你的心早就无伫阮靠家啦，即马连爸爸妈妈都袂晓叫安尼。恁敢有资格做人的爸爸妈妈？倒一个的爸爸妈妈会用这种傲步？对付家己的囡仔，对啦，阮家的小汉堡啊，就是予恁家的叶小春害到这么凄惨啦，所以我们才叫你勉强来吃，要问恁家的叶小春，啊，即摆这件代志到底是要安怎处理才好啊？你唔免勉强来阮家啦，因为阮家嘛无得欢迎你啦，无采阮大姐透早在流涂骹。今麦你两个歹命来啊！等下搁另外一边介绍到一边啊！小春，你这小妹真正有够臭，有够烦，有够白目的呢！拜托你，叫伊先去边啊啦！啊，若无我真正无法度，搁继续讲落去啊！这是阮家，恁凭啥物叫阮家人出去？有话请恁紧讲，若是无话通讲，恁就当回去啊！安怎啊？无话通讲啊吼！阮爷家啥物拢无啦，就是人想侪啦，阳气想旺啦，无伫咧惊你即款卡着阴脉啦。哎呦，真正是共一间血色出散的啦！放心啦，阮讲完阮就会走啦。啊，毋过吼，继续阮讲的话，你爱听清楚呢。啊，若无，你绝对会后悔甲死哦。无唔对，我今日来遮，唔是要冤家啦。
阮来这呢，是要报一条光明路给恁。最近啊，这媒体的报道，小春和这社会大众的印象啊，已经是乌掉底啊。坦白讲啊，我若是即马走去法院提告，我相信法官啊，一定会把小汉堡干部权判给我。让我代念叶小春，伫某阮靠家尽心尽力的分享，我也无想要安尼做啦。我再讲啊，拍官司啊，孤孤单单，迄律师的费用啊，是照时间落去算的呢。迄若一拖几两年，恁敢付得起？讲重点啦。重点是，我是希望叶小春啊，即马都把干部权交予阮。也阁有啊，进前转去你名下所有财产，也拢还阮。安尼呢，我阁会代念讲，你是囡仔的妈妈，我会把探视权替你保留。以后要来看囡仔，随时欢迎。你凭啥物安尼做啊？我是小汉堡的妈妈呢，会当管你下午探视权的人是我，不是你。无唔对，媒体今日哩写，拢是恁引起的呢。恁乌干让小春跳，破坏伊的名声，今日小汉堡找恁讨哩，恁免想要威胁我，我嘛无可能顺你。唔免讲到遐尼啊好听，盖上让小春偌大的污秽，今仔日。那真是惊法院，法官调查了后，绝对会发现这么多代事拢是恁诬赖给小春的。到时恁唔念小汉堡，恁得袂得，甚至阁会判妨害名誉、公然侮辱、伪造文书这么多的罪名。唔免等法官调查啦，我有识一个足厉害的朋友，伊是鼎鼎大名私家侦探，连调查局哦拢爱找伊配合办案啊。我即马就找伊斗三工，爱把你的马尿抓出来。有听到无？这软土啦，拍久嘛是会干啦。啊，想要告就去告啊，输在你啦。这摆啊，阮绝对哦，袂阁让你欺负阮小春啦。哼，你安尼一句来一句去啦。啊，你若是真正有信心，你早都已经行动啊啦。干需要阮安尼亲门大户走来遮，甲恁建议。啊，拄则你讲遮尼济哦，拢无准算啦。我要小春亲嘴甲我讲，小春，你敢真正要用小汉堡的监护权来跟阮斗？所以我今麦真唔甘愿，想要甲伊坚持到底。啊，不过若是到最后我输啊，我就永远见袂着小汉堡啊。根本输袂起的人，敢有迄个资格甲人搏？安娜，唔敢斗你。啊，拄则毋是做红声的，啊，规家伙啊，讲到嘴甲全破啦，啊，即马哪拢淡一字啊，啊，一句话拢讲袂出来。大姐，你毋免惊，甲伊搏，咱袂输的。我。我实在毋捌看过遮尔恶毒的人。竟然摕囡仔威胁一个做妈妈的，恁绝对会有报应的。你放心，你们这个社会上啊，这种人满满是。阿若讲我会得到报应，歹势，你排队还阁要排真久咧。小春，我知影你即马无法度马上甲我回答，不过不要紧，我这人啊，也毋是讲无同情你啊，我给你时间，啊你考虑，等你若考虑好呢，赶紧甲我讲的，我这人急性，万一我若一个冲动走去法院，我是惊你啊，到时阵也要哭，无目屎哦。对啊，小春，你已经老一线，你还好小看。
啊，你想要跟我订半面，安尼你敢硬会去？你千万唔通做出哦，让你后悔一世人的决定哦。大哥，行。莫艰苦，好。爸，妈，阿妈，小东，是你啦，都是因为我受过冤家，才害你被人欺负，这就是你。小春，阿妈是看就唔甘的。小春。爸，不准你让你搁自责哦。做的是两个呢，安怎说你艰苦？安尼无道理啊！伊若真正要过，咱就陪伊过到底啊！就算我爱把咱的牛肉面店提起底啊，我嘛袂让你母仔拆散。是啦，小春，伊等于知影，你惊失去囡仔，伊才安尼威胁你。你唔免惊啦，真是惊法院。因无一定会赢，我相信一定会当找到证据来证明你的清白。对，大姐，你免着急做决定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替你讨回公道的。多谢你大姐，我是要离开帮你这样姐姐。也听来拍倒位啦，靠！甲迄两个老师太恶一个，恶过来恶人听，规气我即摆撑皮啦。你较冷静个啦，小春已经真艰苦啊，你敢安尼做，你要害伊一世人良心不安心。是啦，建钦，咱人若是着急吼，就失去理智啦。真若毋是小春爱冷静尔，咱大家拢免伤过冲动。对对对，阿玲静，我一定替大姐想办法嘞。啊，这米娜是安怎啊？咱无爱互阿姐选的呢。我需要你快出现，马上，立刻，现在。今嘛，要去替大姐奋斗啊！是不是那个什么围棋有找什么证据了？嗯，好，阿妈等你好消息啊！根本无的代志，伊哪有法度开记者会讲敢那真实的啦？啊，竟然来侮辱咱小春，咱哦爱紧想办法撞钱替小春请律师拍官司啦。啊，无呢，我过来甲阮朋友借钱。你唔通去甲朋友借钱啊啦？欠美瑶的钱就无简单只还完，即届哦，我甘愿欠银行钱，我嘛无爱欠人人情啊。也是，我想将咱两个回啊标起来。还佫有，我较早过张查来的金仔，买当换钱。你看，唔通啦，这是咱结婚吼留到今仔还真有纪念性的呢。搁再讲啦，这袂也无偌济钱啊啦，你留的啦，咱哦。
先来回阿表来再讲。叶琴啊，这是吼这间厝的厝契啦，你甲慧文吼，从这吼提去银行做抵押啦。这官司吼拍落去，是爱拖几多年嘞？我这做阿妈，嘛想要替小春尽一点仔力量啦。搁再讲，我嘛要看伊靠甲迄两老的遐尼畅秋啦，食得也够，遮尼够。妈，唔好啦，这是你甲爸起家厝呢，还是我先搞咱的牛肉面店泡别人，啊，你想办法替小春找一好律师来拍官司，嘛替咱一家口吼出一口气。哎呦，这嘛哦，你想遐尼多啊啦，妈，建勤，我想这拢唔是办法，咱也是先卖替小春出主意好啊。先做。我是做妈妈的人，我会当了解小春即卖的烦恼。做妈妈的上惊就是目睭金金，看人就甲个囡仔抢走。就是安尼，咱才会赶紧想办法替小春请好律师来拍官司。我认为即卖伊家己拢爱袂做好决定的，咱若是将钱拢准备好势啊，安尼毋着干呐勉强伊顺咱的意去拍即个官司。啊！万一官司若拍输去，迄小汉堡得一定爱跟妈妈分开。小春哪有法度接受这个打击？你想看卖嘞？咱若是将钱开出来，以小春的个性，一定会认为讲这个官司无拍袂用得啦。若无，得枉费厝内底人对伊的支持。到迄个时阵，咱的这个心意对小春。等到变成一种压力，安尼敢毋是咧？慧文看了有道理啦，这官司吼，迄拍落去是有输有赢咧，啊，咱也无一定包赢的，咱只不过是较乐观尔。若换作是我，为着要家己的囝留伊身躯边，我一定无顾自尊啦，啊，管人啥物误解，我嘛毋敢甲伊拼。哎，安尼甲想倒转来，我家己无自信的代志，啊，煞要替小春做决定，安尼只是增加伊为难啦。啊，安尼也袂用的，安尼也袂用的，真正是天惊死，房惊飞，啊无，到底安怎做才行的？世间冷暖的滋味，迷惘人生路，等一个春天，高天替阮。